耀云志。我帮剑圣大叔翻译这件事，我心肝宝贝只有小狐狸可以表情符号大笑。是这样，直接把他叫出来了。这剑你碰不得，这剑你碰不得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两个晕的是谁啊？终于轮到我了。天产色变，剑乃圣道。跟他交换。因为被妈直接妈喷到，开门迎客了。闪一下，我就找不到了。我就知道一线通。剑你碰不得，碰不得。终于轮到我了，开门迎客了。剑乃圣道，好不痛哦。迎客了，开门迎客了。活动关卡要每天打吗？不用每天打，不用每天打，因为你后面，可是后面也是一次，他三天还开一次关卡嘛。就每天打没意义啊。终于轮到我了，解周刃就可以了。每次关每天打没意义啊，只是有的打的时候才打就好了。碰不得，
这里碰不得。剑乃圣道。不错，他只会去找这个相克的，又挖走了，他过去。我刚打完他又跑了、啊、我才刚把那个柱子打完他就溜了，终于轮到我了，真搞呢，还有一次追都追不到。万象圣景，终于轮到这剑，你碰不得。一定会跑到最后面。不是，对，我考不上追上的情况下，他们跑到后面的，这不是恶搞的。哇靠！他还强制结晶爆裂。幻梦迷离。强制血晶爆裂，真是！无我化无，直接跟剑圣换位置。三个房间都一个人，我看你要打谁？因为他就没有两个可以打。万象圣景，万象圣景。剑乃圣道，终于轮到我了。不要了，又来一把剑，死啊！两个人出来，面具。慢点跑。天地之律，万象之变。还有风死，苍龙尊上，信之交。
面具哦，就是都被这里故事好像神魔之前那五蝶不是人类，五蝶是吧，是人类吧，玄海的哭声